wink 照字面解就係眨眼，而眨眼係一個好快嘅動作，亦都係一個好 light 嘅 communications。而當你對人眨一眨眼，可能係代表對某人嘅好感，咁同時間亦都係一個 attractions。而我哋想我哋嘅 work 都有同樣嘅感覺，就係吸引人嘅同時，營造一個好 effortless 嘅浪漫。點解會做 upcycle？ 事源係因為一個十號風球山竹，因為呢個風球吹咗好多廢嘅塑膠上岸。咁我哋已經 aware 到呢個係一個好貼身同好嚴重嘅問題。環保通常俾一個好沉重或者沉悶嘅感覺，我哋呢個品牌想俾一個 twist 俾呢個環保嘅概念，令到佢更加 delightful， 同時間都係靚嘅。而我哋揀咗做 jewelry， 因为 jewelry 嘅艺术性可以令到人哋想将呢件物件保存耐啲。用 upcycle material 做成艺术品系我哋嘅使命，亦都想令人哋反思，究竟我哋系咪应该再继续咁滥用呢啲塑胶，定系时候可以 kickstart 一个环保嘅生活态度呢？透过我哋嘅作品。我哋都想令到佩戴者同我哋一齐谂下，究竟塑料系咪净系可以有一啲咁平嘅价格，或者咁短暂嘅存在价值，定系佢可以有一个更加长久嘅存在意义呢？大部分人觉得塑胶系平嘢，同埋用完即弃，例如水樽、胶袋。他们在这个 consumption cycle 其实很短，但是遗留在地球的时间其实很长，因为塑胶很难去到降解。